们礼物，这不带来吗？巧克力夹心饼干。哎，行，别再想了，还嫌不够丑吗？哎呀，一个个都走了，我还真不习惯呢。那会儿他们都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多热闹呀！哎，你说他们怎么不回来看看我们呢？哎，可别回来啊，回来就没好事。这龙伟现在和陈建明度蜜月去了，要回来的话，那准是闹翻了。这陆丽刚挨了你一巴掌，他怎么能回来呢？那我们俩要不要去问问志高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哎，要。志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马，哎，进来，进来。坐吧，哎。志高，你也坐下。这个，志高啊，你看你和鲁丽的事儿啊，我们都听说了。这个，志高啊，你给妈说一句话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怎么想？妈，当年我和卢丽结婚的时候，您是不同意的。那个时候，我拍着胸脯子跟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对卢丽好。今天，她对婚姻已经失去信心了，但是我没有，所以她提出离婚。我就当没听见，他提出分手，我就当他没提出。哎，志高，爸，你别说了，我明白。结婚这事儿啊，对于我刘志高来说是一生一世的事儿，所以说没走到最后一分钟，我是不会撒手的。志高啊，志高，妈没看错你，妈相信你。我相信你们俩一定会和好。哎，你们还不睡啊？三点了。怎么回事？三点你还不睡啊？你先睡吧，我睡不着。我想问问你，那个卢医生卢丽，今天是不是应该来上班？应该是的，但是他到现在还没看到我。
下。吕女士，你来了哈。房产证本子带来了没有哈？带来了。带来了就好了。我的朋友在里边等着了，只要今天拿到本子，明天就可以放款。我们快进去吧啊，请。小姐，你那个朋友真的可靠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啊，只要我拿到钱，你明天就可以收到学校的通缉呀。如果你还没想好的话，那你再好好想想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。你要想好了打电话call我。对了，我要告诉你，要过了这个时间没有机会的话，我只能对你说 sorry 了啊。别，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。那这样哈，那我们再进去，请，请。卢丽，有个事儿我没跟你说。卢丽，卢丽，啊，你怎么了？这几天都这样。跟你说什么？你老跑神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说什么？刚才？老向今天到医院来找我了。真的？可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。那他对你怀孕的事怎么说呀？在离婚这档口，我不想因为他知道我怀孕了，影响他的判断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跟我说呀。对不起啊，唐红，我得接了欢欢去补习了。卢丽，你可想好了？你还真让欢欢出国啊？嗯。那志刚能答应吗？现在不需要他同意了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卢丽，你别冲动啊！我不想补英文，我不想出国。李坤，欢欢呢？你行了，进去找了。本来是一起出来的，忽然一下子就不见了。没关系，我定位他。喂，不用定位了，孩子在我这儿。刘志刚呢？上车。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过了，请你不要再影响欢欢。告诉你，我不会提供出国的财产证，更不会提供监护人的签证。好，我也不会再求你。跟你说，你是必须要出国的。我已经开始给你办手续了。
现在我就送你去吕坤叔那儿补习英文，以后每天放学补习英文3小时，每个小时你必须拍照片发给妈妈，让妈妈看你的辅导进度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吗，刘欢欢？请进。哟，向总，我来了。哎，您请进吧。您怎么来了？我就是顺道路过一下，主要想问一下唐红最近怎么样。啊，唐红，她怀孕了。这事儿我知道，这你不知道，她真的怀孕了。你的意思，她真怀孕了？什么时候怀的？其实她是决定跟你离婚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的。我觉得她为这孩子付出代价挺大的。你看她晚上住在我们家，白天就在这医院打扫卫生。说实话，我真挺担心她的。你看她这个年龄还怀着孕，还干着活，我怕万一……真的，不用万一，我现在就把她接回来。哎，向总，你别激动。是这样的，唐红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把她怀孕的事情告诉任何人。她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做一回母亲。如果说你真的想接她回家的话，我建议你先跟你的妈妈还有雨飞谈一谈。对不起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可以放款了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是卢丽啊，支票我拿到了。好，小姐。嗯，这合同怎么跟我上次看到的不一样啊？哦，哎呀，卢女士，你想，你这是特殊情况。你走的是特殊渠道，又不要双方监护人去签字，这当然是内部的特殊合同了。你现在签字，我后天就有消息，您的孩子下个学期就可以到 UK 去读中学了耶。你如果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因为我无权干涉，你要想好了。印啊！你
你抵押了房子，借了高利贷。没有这个钱，我就不能送欢欢出国，只能先斩后奏。你赶快在这卖房合同上签字吧，要不然利息谁都扛不了。咱们别开玩笑行不行？啊？我没开玩笑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？我知道。我也知道你对我彻底失望了。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卖了房子之后要离婚还是要怎样？随便你。对吧？不错，挺漂亮的啊。哎，这还有书房呢。还有书房啊？哎，这么大呢？嗯，够使的。采光也不错。哎，这个不错，卢医生啊，这可以送给我们吗？翻！是为什么呀？我要送欢欢出国，我需要钱。如果欢欢不出国，一切就都完了。完了，已经完了。我们俩一切都完了。学习，
好好学习，努力，一定要努力。今天已经第三天了，刘女士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哎，肯定没有问题哦。我的朋友马上就会到了，你明天来的时候，录取通知书就摆在你的眼前了。那行吧，那我等你消息。他怎么说？说让我明天等消息。我说你一直办事都挺靠谱的，这事儿你可太出格了。你说你走这样的偏门，万一遇到了像我遇到那样的哈士佛学院的，哭都来了。不可能，那个小贾是牛佩的表弟，不会出事的。我这刚回家，你什么事干嘛不跟我商量商量呢？哎，说好了，明天如果他们还没信儿的话，我马上陪你找牛佩去，听见没？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你一直都在昏睡，我跟朱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要不你再歇会儿，我给你做点吃的去。别忙了，我走了。奴隶都把房卖了，你走到哪儿去啊？去公司里睡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打算怎么办？
跟卢丽结婚14年，在这14年当中，我体味到了婚姻带给我的甜，带给我的好。可是有一天，苦来了，怎么办？我一样也会照单全收，因为这就是婚姻。万一他不会回心转意，你怎么办？那我就等呗，等他回心转意。请问贾老师在吗？什么？贾老师辞职了？怎么个意思？人没了？贾的不在了。走。愣着干嘛呀？姓贾的不在，咱们找牛佩去。走。是他吗？对呀，陆丽，他不是什么贾老师，他就是我们家来当过家教的那个马老师，哈市服学院的马老师。你上当了，疼我怎么办啊？牛佩，红姐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钱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真是要人命了。告诉你，卢丽的30万，你赶紧还给人家。这什么跟什么呀？这是马老师，我求求你了，把那钱还给我行吗？我为了送孩子出宫，我把房子都卖了。我跟你保证，我绝对不追究，绝对不追究，好吗？你们说了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明白呀。你怎么就听不明白了？我跟你说，就是你们那个马老师，派到我们家来做家教的马老师，什么哈佛的、哈市佛学院的也出来骗人。现在他改名叫什么？姓贾。对，贾老师，非骗人家卢丽说是有一个什么出国的名额，还跟人签了合同，一下子骗走人家30万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人是人间蒸发了，我们找不到了。但是你不是他表哥吗？我们找你，你跑不了。不，还钱。他我不是他表哥，这就是我一绰号。他不是说了那个卢丽不打算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吗？你们跟他签合同了？签了。合同没了，合同，给，你看看，
哎呀，卢医生啊，你受骗了。这个事儿啊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他其实就是我一个熟人，哎，我也不是他什么表哥。这份合同呢，是他伪造的，那个章啊，是他私刻的。哎，你们赶紧报案去吧啊！不是，哎，这个，哎，狐狸，狐狸，狐狸。哎，唐红。着急啊！我们这不都报案了吗？警察说他们会马上查这事儿的，啊！把房子卖了，志哥给我买的房子，我卖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欢欢也没指望。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他们。别着急，没准欢欢争气能自己考上呢。你别这样，我该担心你了。是欢欢回来了，哎，我去开门，我去开，我去开，你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先进去了，就他们俩在屋，我不放心，啊，好好的啊。哎呀，志哥，我知道我现在讲什么都安慰不了你，我就讲两个字。停住。案件的事我找朋友问一问，如果有消息。我打电话给你，吕坤。不管以前我们俩怎么样，我都想对你说，谢谢你。没事，我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。另外，志高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了，只要能对孩子好，父母连想都不想，就会飞蛾扑火。所以，如你这样，已经这样了，别怪他。我不会怪的。好，听住。Thank you.
生的事儿，不要影响到你学习好吗？妈妈保证，妈妈一定会解决的。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。谢谢儿子。来，帽子戴上啊。进去吧。妈妈再见。手术开始了，卢大夫，取消手术。你居然让患者和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准备好了，然后突然取消手术，这简直可以算得上事故了。患者要投诉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手抖。你说什么？我拿手术刀的手抖，所以不得不取消手术。但是，是因为我们家出了点事儿，我心里很乱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我想，如果我休息一段时间，调整一下，很快就能恢复的。真的，我很快就能恢复的。我看你暂时停职吧，回去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处理好所有的事情。到时候如果你还能做手术的话，我们再看吧。另外，卢医生，如果你离职，我们必须找人代替你。这样的话，那间宿舍我们不得不收回。那我跟我儿子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卢医生，不是我心肠冷，这就是我们这里的规定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喷了，水够多的了。芦苇要是蜜月回来，一看花开着，那多高兴啊！哎，行了，你看都留下来了。哟，怕是回来了。哦，来了。哟，芦莉啊，来来来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快快快，爹，快快快，快过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孩子？啊？怎么了？妈，我来看看卢丽。哎呦，你老是让她看见了，可了不得。来，妈，卢丽最近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啊，不太说话。哎呦，晚上也不睡觉，每天除了送欢欢上学，她哪儿都不去。
我想去看看他。哎呦，别！他反复的跟我说他不想见你。哎呀，上次我放你进来吧，他跟我大闹了一通。这孩子真是太可怜了。哎，妈，那总这样不行啊，会出问题的。我和他爸也觉得卢丽啊现在有点恍惚，我们成天在家也不敢大声说话，也不敢看电视。哎呦，唯恐影响焕焕，让卢丽啊情绪不稳定。要不然我带他去医院看。哎呦，千万别提医院这两个字，我一提医院他就跟我急。他说他没问题，他儿子也没有问题，就等欢欢英语考完他就上班去了。志高啊，你就耐心的等啊。哦对了，那骗子抓着了没有啊？昨天警察来电话了，说掌握了骗子的行踪，说不定过两天就有好消息。哎呦，可是等着好消息了。志高啊，你要坚持住啊。我走了，回头我给你电话啊。好。哎妈，我姐怎么又不出来吃饭啊？你姐现在都把饭端到里边去吃，好陪着欢欢背英语呢。嗯。妈，我姐这样可有段日子了，这样下去可真是不行啊。我跟她谈谈。姐，卢丽出来。你干什么呀，卢丽？你那么大声吵什么？欢欢要背单词呢。姐，我跟你好好谈谈，我没时间跟你谈。坐下。姐，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知道我说这些话你会不开心，可是你不觉得你对欢欢太执着了吗？每天从早到晚这样在房间背单词，准备什么考试要出国，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有什么能力让他出国呢？为什么你就不能让他轻松一点，你自己也轻松一点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没有能力送欢欢出国读书吗？你有什么能力让他出国读书？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样子，你最起码比一个月之前老了10岁。你每天不出门，不睡觉，不吃饭，你到底想干嘛呀你？你这样会精神崩溃的。卢伟，你别说了。妈，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安排那是我的事儿，我不需要你操心。你不需要我操心，可是爸妈为你操心想过吗？啊，我爸妈在自己的家里说话还得小点声，怕影响欢欢。姐，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你住口！哎呀，卢丽啊，卢丽，卢丽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啊！哎呀，你会好的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诈骗犯公安局已经有线索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又见刘志高了，对不对？我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不要见刘志高，你们也不要见。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他不配合，房子的钱被骗了也是因为他不在欢欢的委托书上签字，为什么你们还要见他？姐，卢丽，你这叫迁怒于他人，你根本舍不得怪你自己。哎呀，卢丽，你不要听你妹妹瞎说啊。妈，对，不听卢伟瞎说，我要进去了，后晚还要背单词呢，明天要考试，不能耽误。姐，题做的怎么样了？妈，你不是让我抄英语吗？我不是让你做题吗？那我做题。这道，还有这套，还有这套都做了。妈，再坚持一下，欢欢啊！明天你就考试了，考完试你就解脱了，再坚持一下。妈，我想上厕所。那你快点，你快点啊，欢欢。Thank you.
本千万别带进去啊！走吧。哎，考试的时候认真点，千万别紧张。知道了。这位家长，你把刘欢同学带回去吧。为什么？他刚作弊被逮着了。老师，求求你再让我考一次吧，我一定不会作弊的，我不想爸爸妈妈分开。老师，求求你了。妈妈，我不疼，你让我再考一次。别哭了。为什么要学你爸撒谎？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就想让你好好学习，好好考试。你为什么要作弊？妈妈，对不起。别跟我说对不起。妈妈，为什么你跟你爸都要这样？为什么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犯什么错了？考试作弊被老师抓了。哎呦，那也得进来反省嘛！别让他进来，还小呢。妈，我为了他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他怎么可以作弊呢？好了好了，进来再说啊。我都背了，可是考试的时候我什么都记不住。妈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没脸见你，我走了。欢欢，你快出来！欢欢，别吓唬妈妈！欢欢，我没有看见欢欢来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这孩子，欢欢。那边有吗？没有。啊，这样吧，前面，你们两个朝那边去找啊。
我跟你妈上那边去找啊。小心点啊！哎，小心啊！欢欢。我是欢欢妈妈的朋友啊，欢欢有没有在你家？哎，小姐姐，我是那个欢欢的姨妈，我想问一下，欢欢有没有在你家？哎，没有啊，他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呢？你有没有看见我们家欢欢？谢谢啊。哎呀，还有我的那些老姐妹们，你帮我问问他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家欢欢呢？没有，怎么办？再找找看吧。在门外，奴隶，姐来了，奴隶。我是至高丽丽，丽丽，丽丽，出去，出去，我不要见他，芦苇，出去，出去，姐姐，姐姐，进去，进去，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我们先房间。哎，至高，醒过来了，欢欢就回来了，啊！你手里捏的什么？你给妈看看，给妈妈看看。哎呀，算了妈，哎呀，你让她冷静一下，别难过，别难过。陆丽啊，我们放轻松，都报警了，欢欢肯定找得到的，啊！小朋友，小朋友，醒醒，到站了。你家父母呢？你是自己买票的吗？你到这里找谁？志高，警察说了，这是典型的离家出走案子。他们会全力帮着寻找的。如果欢欢找回来的话，卢丽很快就会好的。啊，爸，欢欢万一有什么意外，可怎么办呢？都是我把孩子的心。我说，就别做检讨了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。哪个父母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成这样。是是，志高，即使你觉得没有希望。可你还有卢丽呢，啊！卢丽需要你照顾啊，这种时候，最能给她安慰的就是你。你可不能垮呀，啊！志高，现在是这样啊，
所有亲戚朋友电话都打了，老师同学也问了，没有一点消息。你再好好的想一想，有没有欢欢特别喜欢去的地方，或者是对他来说特别有意义的地方。对对对，去接他，咱们见面再聊。爷爷，爸爸妈妈是不是着急了？没有。谢天谢地，我们欢欢没事啊！我去告诉我姐啊。对对对，我去吧，我去，我去。真找到了，欢欢在爷爷家，欢欢没事儿，啊！啊！你出去！我不想见到你，你爷爷，我是不把欢欢弄丢了，我不想见你。啊，卢丽，卢丽，是我，是我，我是唐红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卢丽，我跟你说，欢欢长着了，别那么着急了，好吗？放松，不会回来。我不会回来了，卢丽，卢丽，卢丽，我。那个人是在叫我吗？我不想见他，你让他走，让他走。卢丽说让你走。我不是来找他的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卢丽，他们不是找你的，是找我的啊，找我的。找你什么事儿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欢欢的事儿。欢欢的事儿。对，他们找我是说欢欢的事儿，他们知道欢欢在哪儿。真的。欢欢在哪儿啊？他知道，欢欢现在在爷爷家。欢欢挺好的，没事儿。对，他在爷爷家跟爷爷一起，逗那个小鸭子呀、小猫、小狗啊，他们可开心了。刘琳，欢欢长着了，在爷爷家呢，放松。真的找到欢欢了？不信你问他。关心你，也最最在乎你的人。有任何事情，我们俩一起承担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放心，
有我在你身边呢。是欢欢恨我，我不想见你。欢欢怎么会不想见你呢？欢欢跟爷爷在一起，等着你，还等着爸爸，等着你们俩人去接他呢。卢丽，跟志高去把欢欢接回来吧，啊？卢丽，去吧，啊？去吧。是啊，姐，你去吧。丽丽，咱们俩一起把欢欢接回家，好不好？欢欢不想见我。欢欢想见你，你是欢欢最爱的人，你是欢欢的妈妈呀。以后怎么办？没事，没事，有我在你身边了，放心吧，啊，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们俩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咱们俩一起接欢欢回家。这棵树就被我们认领了，我们俩和这棵树一起，我们共同成长。你还记得？一个是刘志高，一个是卢丽。谁来了？谁来了？妈妈！
起，对不起。不会这样对你，也不会这样对孩子了。阿福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他们俩一笑，再可怕的野兽都会变成他们的宠物。我们有了他们，将来生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可以笑着面对。我们一定会一起到老的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们俩终于成夫妻了。我们也终于成父母了。庄园顺利完工了，特别漂亮。爸爸邀请大家一起到庄园做客，妈妈当上了主任医师，比从前还忙，但周末妈妈总能抽出时间陪我。唐红阿姨和洋洋阿姨都怀上小宝宝了，我希望他们给我生一个弟弟一个妹妹，我也希望他们能健康成长，快乐地学习。小姨和小姨夫可恩爱了，爷爷身体现在特别健康，我嘛在米强的帮助下又回到了快杆，我的船模要参加全国大赛了，而且让我最开心的是爸爸妈妈又和好了，再也不吵架了。我们家的床越睡越大喽。